现在仙境百货有人在打探韩启卓的事情，叫做郑志勋，好像是车继国社长那边的人。光环只是暂时的，马上就会消失。他叫做韩红兰，在韩启卓死后一个月出现，自称是他妹妹。你是韩启卓的妹妹？郑志勋，你自称韩启卓的妹妹是在撒谎吧，红兰小姐？宋逸言的经纪人，那个叫红兰的，我已经知道她的真实身份。第二次爱上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；晚间8点，东森综合台。